Engulfed by the Daphne rules of the home crowd, Xu Mengtao had finally made it. The years of tough training were all worthwhile as she was crowned Olympic champion. 我是这个时代的追梦人，也是这个时代的圆梦人。Here we are at the National Training Base in Qinhuangdao, where Chinese Winter Olympic champion Xu Mengtao has trained here for over 10 years. After winning gold at the Beijing 2022, after 6 months, Xu Mengtao has returned to the base. Here we are, we today have the privilege to have a talk with the Olympic champion. Let's go find her. Hi, Xu Mengtao. Hello. 冬奥会之后又见面了。你好，老师，老师好，还是那么帅。你们在这个地方训练多长时间了？一开始到现在，大概我来秦皇岛16年了。16年啊，我是2006年来秦皇岛。其实，在冬奥会之前，你也是一直在这个基地训练。对，当时整个北京冬奥会周期，每一天几乎都是在这儿的，就是夏训的一个阶段。嗯，对。那么一会儿再带我们去看一看你当时训练的地方以及训练的跳台。好。现在我要把我的板浸湿。其实，在冬奥会的时候，我们当时不管是电视解说也好，还是专家分析也好，一直在分析你当时的 BFF 的技术难度。当时是一种怎么样的决心要做这个动作？当时就是因为我之前练到了，就是我感觉整个的这个训练啊非常系统，然后整个备战呢又非常的这个节奏很好，所以就是很有信心。在那一瞬间，整个世界都是你的。对，这世界都是我的。林哥，her story began as a brave little 4-year-old girl practicing gymnastics before a switch to the snow when she was 12 that would ultimately prove life-changing.我看过秦皇岛，就是可能说4月到10月吧，所有的天气，感受它所有的温度，然后就是在这个田径场上，我流过汗水，流过泪水，然后呢，我一瘸一拐的跑过，然后我大步向前的跑过，我穿着运动背心也跑过，但是我带着刀口我也跑过。大家了解过你的故事，觉得最难最难的就是与伤病的对抗。其实伤病对于每一个运动员来说都是他最大的敌人。你的两个腿两个膝盖都做过，一共做过4次手术。对，第一次是2008年，我才18岁，可能人生在这个项目当中刚刚是向上走的时候，他受伤了。然后第二次是我打完第一届冬奥会，是2010年的时候，然后又做了一次手术。第三次呢是2016年，正在要平昌冬奥会之前，然后又做了一个前交叉的手术。然后2018年平昌冬奥会之后，失误之后，然后双膝要做半月板的切除手术。It's been a hell of a bumpy ride. Many feared that the veteran had missed a shot at glory as she launched herself skyward to perform her death-defying flips and spins. She proved everyone wrong after years of near misses for generations of Chinese athletes in the sport.平昌奥运会之后，他两条腿也是去钉，包括做了一个半月板切除。当时他出来那一瞬间，他自己也是就是哭了，呜，就是说是自己什么都没有了，真的是那样的。
现在回想那段时间，自己是怎么样调整自己，又是怎么样走出来的？我真正的剖析的问自己，徐梦桃，你要继续吗？就是说，千载难逢的机遇，可以在自己家门口去参加一届冬奥会，内心的声音就是肯定的，我行，我要这样做，哪怕再苦再难，付出再多，我要继续前行。嗯。所以当那时候的那种坚决，包括再一次的回到赛场的勇气，对于运动员的我，包括生活中的我，都是很激励的。其实，在当时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和网友印象最深的一点，就是当时你冲下来的一刻，一直在说“我是第一吗？我是第一吗？”其实当时的那一瞬间还是难以置信吧，因为你渴望已久的，然后你为此付出了很多很多，那以至于你整个青春都是为了这个拼金牌而去努力。可能我最后问的已经是，就是问自己了：我真的是第一了吗？这样。你觉得你的付出值得吗？当我面对下面所有的喊中国队中国队所有的观众，还有所有支持我们的这个代表团这些人的时候，我感觉就是国歌奏响的那一刻，我感觉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One of the first to congratulate Xu Mengtao was one of her rivals on that magical gold medal winning night in Zhangjiakou, American Ashley Cotwell, who gives Xu a huge hug. Recalling that moment in an interview with China Daily, Cotwell said her memory at Beijing 2022 was that when she hugged Xu, who she truly respected. 这一本是当时我们冬奥会英文官方会刊的一个合集，所以我还昨天专门找出来，找到了当天你夺冠的那一页，那一天你和阿什利拥抱的那一个瞬间，所以今天特别想把这本冬奥会刊我们送给徐梦桃。谢谢。我非常非常的幸运，我也非常非常的感恩，因为我们生在这个时代，然后也是最好的时代，尤其是空中技巧这样外在因素更多的一个项目，所以时代赋予我们的是更强大的一个自信。作为我们这样的运动员赶上这样的时代是非常非常幸运的，我感觉没有什么理由去退。我是从烧烤摊走出来的冬奥冠军徐梦桃，是时代赋予了我勇敢逐梦的力量。